现在的困难就是一个师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学校这个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但是现在我们的条件就是某些方面的条件还不错。让课堂更活动一些，不要那么死板，然后就是没有生趣的样子。去城里走了一趟，就是学习的人都回来，整个人肯定气质啊什么的都会变，像完全比较有那种内涵。说了，就说你们在美国有搞什么跳舞啦，还有其他什么机器人创造这个制造等等这些，我们这边切的就这一方面。觉得这门课很有趣啊，他教我们如何开发那个创造力嘛，觉得这种课应该加入我们中国的那些课程吧。行，我这个任务还是任重而道远吧。都是农民，我们这边学生大部分父母都是农民，然后就只能在家种田啊什么的。我妈好像连初中都没毕业，然后我爸有初中毕业。我因为我们这边有稍微分快慢班嘛，就是我那班成绩都是比较好的嘛，然后别人都是一些比较不好的，比较没有。我们这边可以考华安一中，然后也可以考漳州的一些私人学校。这边有一些是不太会读书的，可以去读中专，或者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去打工。最喜欢就是看化学老师做化学实验，感觉很有趣。对，我们不能自己做实验，只能看化学老师演示。自己玩比较有意思，感觉他们做出来都好像很奇妙的那种感觉。你们可以自己玩的。我初一的时候就对英文感兴趣，但是我怎么学就是成绩不高，但是我现在兼职学，但是成绩还是不高，所以我就觉得英语应该是要坚持吧，还有数学吧，因为数学让我想了一个头两个大，而且整天被老师就是被他骂，然后又自己又想不懂。最切的就在我们的困难就在师资问题。那我们理科的像物理跟化学这个教师也相对来说比较素质相对比较低一点，如果比较高我们可以创立一个电子信息小组，这些方面就是这些，包括其他的提议啊提议活动也什么都可以。以前我也准备教他们说搞一个乒乓球信息小组，羽毛球信息小组，篮球信息小组，这些活动如果搞起来，整个校园的活力更强更好。天文学家，这是我最大的梦想。我觉得那些外太空的事情很有趣啊，有许多人们都不知道的星球，如果就是咱们好像就只知道只有地球有生物，然后就不知道外太空有其他生物嘛，所以我们要去探索。本来我是对开天文学感兴趣的时候是在广东，那时候我爸爸妈妈还在广东嘛，爸爸妈妈是那个农民嘛，然后他们有空的话会带我去天文学馆那边看一下嘛，我就对他们很有兴趣。
所有互动驱动一个盒子，把它装在里面，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孔，然后在里面抖一抖，然后这尘就会跑掉。插叶板的时候有许多的粉，有许多粉尘，如何减？我们要如何减少这些粉尘？我们可以在墙壁的，可以在墙壁的两边安装那些排风扇，让那些粉尘得到排出。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嘛，腋窝嘛不是会一直出汗嘛，就这一边会出汗，然后只要在 T 恤衫这一边加一个棉垫，然后可以吸汗那种，所以你运动之后就不会有腋臭。人坐着的时候总是容易驼背，就是我们可以在那个椅子上加两条类似汽车安全带的东西，然后把人的背固定在椅子的背上，然后就人就比较不容易向前倾或者驼背之类的。水壶嘛，在冬天的时候水是会冷的，设计一个水壶就是可以加温，然后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水就是说冰镇，然后就是说那些的来源的话就是利用太阳能，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没有光能的话就是用蓄电池，就这样。天文学家，这是我最大的梦想。我们这个学校是没有那个条件去学那个嘛，所以我就总是在网上查一些那些外太空的信息嘛。我觉得老师讲课应该要更有趣一些，因为他们讲的都太死板，就是按书上那些讲的，就是说什么语法点他就这样讲，他就不会引用一些事例，引用一些生活的事例这样教我们。那边的像教学条件啊，还有一些教学的模式都会比较完善嘛，就比这边比较完善，然后那边可以学到的东西也会更多，然后老师讲课的方式跟这里肯定也会有一些不同嘛。学生其实也很有创造力，是是比较多，这个可能是最大，所以主要我们老师有这方面才能的老师去企划它，那么效果会更好。如果我们时间安排好了，跟家长解释估计其实学习上的时间给他安排好，我想也不会去影响这个学习，双方面都得到很好的一个益处。我的梦想是相信厦门读大学，以后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在很多人面前就是唱我自己喜欢的歌给他们。近的就是考上高中，然后远的就是企业里的那种怎么说精英。我的梦想有很多个，然后就是看以后吧，知识决定命运，教育成就未来。I want to be a spaceman. I want to be a business woman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a photographer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a superstar.